张张，你干嘛？我热。你睡回去好不好？我有点冷。你干嘛？我帮你补数学吧。我每次看到他都会想到天崩地裂。孙云锦，我跳个舞吧。孙云锦，跟我一起好吗？孙云锦跟我去北京，孙云锦和我在一起。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的行踪了。晚安，晨晨。感情真是个霸道的东西啊，我认识了他18年，却比不上你出现了几个月。那你会娶我吗？那你看出我的心思了吗？对，老婆回家了。我发誓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。这一次，你可不许再跑了。晨晨，你把裤子穿上。我热。